险师常遇到的十件鸟事。非常感谢我们的医师、护理师，在我们台湾这个家园帮大家守护。每次电视报道都在报道，难道我们医检师就不是人啊？在检验新冠肺炎、培养还是确诊，都是我们在做的。难道我们就不危险吗？甚至我们还可能是医院里面最危险的族群呢？啊，要抽这么多管血哦，这样子我会缺血啦！缺血，我们连捐血都捐不完。这还没有考虑，还有没有信心？你又跟我讲学习。我每次捐血捐500，其实我现在还不是坐在这里帮你抽血。那个，我认识你们院长哦，认识院长，我也认识院长啊，而且还每天都跟他见面。回家的时候他还请我去吃饭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好棒棒集团老板娘舅舅的三叔公哎，难道不能让我先做吗？连自己是谁都记不起。的多严重！保险在我身边没有问题，就算走不过来，一样乖乖排队，好不好？投诉箱在那边，慢走不走。那个，我的手一直在流血啦，我的手一直在流血。我刚刚就叫你把抽血地方按住，等等到10分钟，不按，现在跑过来跟我讲流血，难道我要派专人过去帮你按的吗？有，我有空腹，我没有吃早餐，可是我有吃了一颗水饺。吃一颗水饺，这样应该不算吃早餐。要空腹就是空腹，不管你是吃一颗水饺还是喝一口牛奶，不能吃东西就是不能吃东西。以后如果你要偷吃，麻烦你就吃多一点，反正我不会帮你偷吃。OK， 以上就是我在当医检师的时候常遇到的十件鸟事。不管你是医检师，或者是你是护理人员，还是你是其他行业，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在你的职业过程之中遇到什么样的鸟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帮我按下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